一、二、三，有请。太开心了，今天是2012年5月21号，是一个大喜日子。我蓋明輝有机会重返新光演出，我就是新光是我的父母。初时想着和父母没机会再见面了，但是今天有机会屈辱团聚。我爱新光，我爱我的父母。新光 I love you， 好多谢，我希望继续在新光继续演出。Yeah.
六日眨下眼過啦。咁好多人都問我有咩感想？其實咧就係、永遠都喺度比較緊啲戲，即係譬如話《趙孔明》好睇啊，還是《聊齋英雄》好睇啊，還是係《碟海情爭》咧？咁我唔知道你哋選邊套啊？咁但係我咧就一定係選一套嘅，我一定係選一套嘅，就下一套。下一套咧就係、是《英烈孔雀王》。預告咗啦，呢個咧係我哋明年嘅賀歲大戲。不過六日七場咧嘅趙孔明已經係圓滿結束啦。咁今日係第七場啦，咁當然我哋嘅心情咧就好開心，就話新光重開第一炮。咁我就首先由鄧輝擔演趙孔明呢個角色，咁其實係好有難度，好難演，好難演。希望今次之後咧，其實好多不足之處咧都要再補救，或者再豐富咗佢嘅。希望下次再巡演嘅時候咧，會更加俾啲新鮮感俾大家。我哋三個禮拜又去出陣去新加坡啦！所以剛剛夾到，俾我一聽，我覺得